小雨，你刚跟男朋友分手，你不难过呀？我为什么要难过？我刚跟你男朋友分手啊！我为什么要难过呀？我去找人家分的手，然后他同意了，这就说明我们的意见达成一致了呀。他要上网，我要看剧玩游戏，我们俩没有时间谈。可你之前也不看剧玩游戏呀？因为我最近买了这个 OPPO Pad 的呀，全面屏看剧清晰，打游戏流畅，能够带来超爽的视觉体验，超薄机身，出门方便携带，居家也能够轻松应对复杂办公。这也不能是你分手后不难过的理由吧？那你去商店买东西，买到了你想要的东西，你难过吗？不难过。那你毕业论文通过了，你难过吗？不难过呀。今年你段子写完了，交稿了，你难过吗？都难过呀。这不就对了？你把你想要办的事情都完成了，你怎么会难过呢？我觉得有道理。冬天了，好想谈恋爱呀！你们能不能用男朋友的语气跟我说句话呀？你要这么想，没办法。有什么？我早就有什么了。我真的只是拿来帮你弄。能不能别帮我了？我就玩会儿游戏。不要每次都这样啊！我不都道歉了吗？我不跟你说，不就是因为怕你生气吗？宝贝，还会爱吗？宝贝，宝贝，我这下巴就快颤抖，风心所爱了。今天非常开心我们能在这里相聚，非常感谢一米的完了完了，该我了，我该说啥呀？先感谢再祝福，先感谢再祝福，先感谢再祝福。大家吃好喝好啊。You know how we do. 下课不？一米啊，我半夜总做梦话，我说啥了你别当真啊。哎呀，没事，小雨我也老说。Later. 今天长得真高，真羡慕呀。你俩确定你俩这梦话说是这个？哎呀，有点塑料了。别瞎说啊，我那说的都是实话。对呀，这不挑拨离间吗？来来来，你俩听听来。姐，你以后能不能开始别老站我旁边，显得我很矮呀？真长了，小地瓜。你以后能不能别老用我纸啊？对呀，你为啥？你能不能别老穿我袜子？嗯，这也蛮矮的，你不能总瞅我对面啊。对象丑，你对象咋的？我又没对象丑。抓紧找对象吧你呀！我可不想像宝儿一样拉野菜了。哎，你咋有我俩梦话呀？这是我用的幻秀 APP， 它能在睡眠中记录梦话、打呼噜、磨牙、起床、自动生成睡眠报告，还有个性的语音建议。那这么的，咱俩把账号绑定一下，我看你晚上说啥梦话。这个不能停，收费了。一觉睡的，哎呦，我们真是老姐妹儿。我又睡了哈，我段子不好睡呀你！把石头剪刀布，真心话怎么写？真心话。嗯，初几男朋友？三个。我讲话永远被渣男骗哦。13个。石头剪刀布，这把该大冒险了吧？跟你那13个前男友，咱说就是发一我想你了，嗯，最简单拉群，对，我想你，石头剪刀布，这句话呗，你前男友多长时间？石头剪刀布，太冒险了吧！都是你前男友。哎，班长，我交往进不去怎么办？啊，对，你得找导员，我也得跟你说。班长，我成绩弄错了，你今天问一下老师吧。哎，班长，我看一下现在大学级，怎么还被通报了？那你得问旁边说的有错。哎，班长，我作业这两天好像还是我爷，不是我负责，你找那个学委吧。哎，那我宿舍学委员，上次工会的事情，学委员，我们班外长呢，学委会演的和尚，我核酸在外面做的。啊，这个你得问那个学委员。我买了一箱可乐，半杯来的。这个你就找宿管阿姨，找个推车让人帮你搬一下呗。不过你买这么多干啥呀？一箱300毫升6瓶，只要4.5块，便宜吗？这么便宜，在哪买的？这是我在抖音双十一好物节入的，很多实用好物几块包邮。点评论区链接或左滑进抖音商城秒杀频道，0.99元抢好物。双十一抖音商城购面包必须。可太懂我了，我得赶紧抢。不是，那么到底啥事找你啊？你什么事情都可以找我呀，我是班长。
我跟你讲，昨天我家停水了，半夜都没来，妆也卸不了啊。但是这水停的好，怎么遇见了帅哥？爱情故事。然后今天早上我就回家洗澡，洗个小电鱼。然后刚停到那儿，过去的时候有辆车，它开着一个门，你进车里了？没有。然后人家就非常自觉的把门给关上了。然后我就在那儿停好了，我一转身，有一个男的脑袋呲出来，冲着我笑。我当时愣了，我说完了。然后他还在笑啊。不是我微信吧？啊，他不会是认出我来了吧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？完了之后，他说：“你这车天天停那儿，我车位都没有了。”然后他不是那种很凶的那种啊，你给我车停这儿，我怎么停？没有，他就一直微笑。我赶紧说：“我说不是我停的，不是我停的。”然后刚把车停那儿，他又在冲我笑，那笑的贼开心、贼阳光的那种。然后他就说：“啊，这是你嫂子呀？”我说：“啊，是我嫂子。”就本来距离有点远，我还没戴眼镜，走近了之后，我特意看了一眼，还挺帅。然后我就走了，我合计他说，哎呀，刚刚要是要微信的话，是不是太快了呀？我就洗完澡，非常本来还想睡一觉，然后一点困意都没有了，我得赶紧去洗，赶紧下去。然后洗完澡我就下去了，拿着个笔，拿着纸，然后我就还写了，你知道吗？无意占你车位的哦，下次记得叫我挪车。我哪有车呀，电动车。人家不在，嗯，然后我就合计。今天晚上去蹲啊，住这么近，我就不信蹲不到。你车牌号告诉我，你看了吗？没有。什么色儿车？银色的。什么车？不知道，没太注意。那你能逮着他了吗？他家就搁这儿，对不？他家就搁这儿，能逮不着吗？我明天再骑好几辆电动车，我摆那儿。蹲后续。后续。不用手起立挑战。啊，这么的呀，我也能。